利鲍德温日前公开力挺伍迪·艾伦，反射自网路娱乐编导美综合报道。59岁美国好莱坞性格男星亚历·鲍德温 ALECBALDWIN 曾三度女金奖大导伍迪·艾伦 WOODYALLEN 合作，日前却在性侵丑闻声浪中出面袒护伍迪·艾伦。今天鲍德温的发文质疑伍迪·艾伦养女黛兰·法多对养父性侵犯指控。根据美联社报道，亚历·鲍德温今天一小说《梅冈城故事》TOKILLAMOCKINGBIRD 中的角色梅耶拉，艾雷梅尤雷维尔比喻黛兰·法洛。梅耶拉在故事中无控一名男子强暴他。82岁知名导演伍迪·艾伦深陷性骚扰风暴，反射自网路亚历·鲍德温在推文中坚信黛兰·法洛情绪滞留，但没显示这句话含义。亚历·鲍德温认为黛兰·法洛与伍迪·艾伦划清界限以及诸多指控根本是不公平且令人难过。伍迪·艾伦被控在1992年猥亵当时年仅7岁的养女黛兰·法洛，但他一再否认，遭调查后也从未被起诉。黛兰·法洛则在日前首度上电视访问谈论此事，